大家好，我是吴秀段，来自台南。我毕业于和春技术大学时尚造型系。那我之前呢，就是从事美容美发的工作。我的兴趣就是让人给大家打扮得美美的，这个就是我的兴趣。再就是煮好吃的料理让大家来吃。还要介绍什么？就这样子吧，这样可以的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给你拍个照，拍照我给你拍一下。好，下一位。对，忘记说我今年70岁，七十岁，我的人生才要开始。